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 Online Chat 談賽馬嘅時間啦。咁就首先嚟講，而家賽程非常緊密，唔係講賽馬，世界盃，話大家又睇波又睇馬嘅咧，真係忙到死啦。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就話今日啱啱傳咗莫雷拉就會嚟香港騎國際賽騎兩程。其實好簡單啊，都你都睇得到嘅，即係好簡單嘅分析咧，就係莫雷拉其實已經無意喺香港作長期嘅發展嘅，或者係長期兩三個月嘅客串都未必會嘅，咁所以呢樣嘢就我唔知佢喺香港有咩咁唔高興啦，令到又或者有咩不愉快經歷啦，但係好明顯莫雷拉唔會再喺長期喺香港拆騎㗎啦，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咁啊，上次賽事提供心水咧，就已經喺琴晚直播計埋嗰段片已經分享過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係去翻琴晚嗰段片咧，去回顧一下嘅。咁啊，今次賽事咧有一隻高出賽馬就係、第五場。如果大家熒光幕睇得唔清楚嘅話，我琴日都係一個直播計埋嗰段片嗰講個馬名出嚟啦。如果大家興趣咧，都可以睇翻嘅。咁就今集咧都會以極速個方法去講完呢兩場馬打嘅，因為咧趕住睇波6點鐘阿根廷。咁啊未講之前咧，大家知道啊 Natural 談賽馬嘅免費賽馬頻道咧，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馬同埋兩隻 Natural 馬單俾大家參考一下嘅。如果打算繼續支持嘅免費頻道營運，可以經過 Facebook Post 嚟到我 Blogspot。咁 Blogspot 咧周圍都有啲頁面廣告嘅，如果各位廣告有興趣，可以執住，可以撳入去睇睇睇咧，睇資料之前我啲廣告客户。咁同樣啦，YouTube video 播之前咧，有時都 video 廣告嘅，唔使定右下角咁 skip ads 啊，或者略過講嘅，可以睇下啲。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，左邊有時啲連結啊，右邊有啲連結啊，撳入去睇睇睇多啲資料之前我啲廣告客户，咁之前我啲廣告客户咧，就等於之前我咧 Channel 財馬嘅免費頻道繼續營運。咁呢個第一個場次，咁第一場嘅馬膽，亦都係非常之勇敢嘅選擇啦。11號船你多彩。點解話勇敢咧？我真係不嬲話好勇敢嘅，簡直超星啲馬咧非常勇敢。不過我都跟多呢個頻道多啦，我都講過好多次。嚟超星嘅馬咧，有個表現嘅馬你可以繼續跟進，冇從未有個表現嘅馬咧，你真係點都唔好點啊，大佬。咁啊，呢只馬全利多賽有個表現啦。初出嗰場咧，自己臨場睇飛數都知佢得噶啦。咁啊，表現得非常之好。上次就兜個彎尾，蝕得翻嚟跑第四，咁表現都可以接受咯。咁今次個檔位亦都比較理想嘅，有個五檔。咁跟啲位唔會跟得咁蝕啦，希望係二搭有遮擋嗰啲位啦。咁希威黃仲門再希威森，相信係唔會相差太遠啦。雖然係冇咗個五磅，但係希望希威森嗰啲走位靈活性可以彌補到，唔好話五磅啊，彌補到兩三磅。咁其實佢唔係實際唔係負重咗好多，多咗好多咯。咁狀態繼續 fit 嘅，咁啊揾呢只馬做馬膽啦。配個選擇咁樣，第一隻係揀2號威妙星。始終係喺呢個分數係冇問題咯，我覺得佢初出嗰場僅僅輸咗俾我只外區家人精神啦，家人精神再上翻嚟得嘅，唔使講。跟住上一場表現麻麻地，呢只馬可能係都係要休息耐少少嘅。其實你睇用啲馬咧，佢11號出完，因為10月16號，跟住而家聽日係11月23號，休息一個月，休息一個月嘅啦。咁希望今次休息，其實同上次休息嘅分別不大，但係上次都跑第四，都唔算太差啦。咁今次轉嚟谷草對手弱少少嘅，揀佢做配角啦。第二隻配角揀6號，電腦7號。咁前嗰場輸俾純金酒保胡椒君巡地坑女呢場，我覺得係表現唔曳嘅，前面放得幾快嘅。都蝕蝕地嘅啦，前放得咁快，翻到嚟都跑到第四咁上場就亂嚟咯，有啲亂嚟啊，檔位又差，咁又喺外邊肥，咁啊輸咗啦，咁啊今次由潘明輝轉咗鍾逸禮，就再孭輕多8磅，咁希望鏟到出嚟咯，鏟到出嚟咁睇下會有咩情況出現啦，咁始終孭輕8磅你要尊重下。第三隻配角咁18號嘅快一步咯，咁呢啲都係尊重阿五鵬志啦，五鵬志解啲馬好嘅。咁上季尾你話一隻馬係咪好有分喺手？我可以答你唔係好有分喺手，但係去咗五鵬志度，相信會都繼續可以維持咯。咁啊，初出未必會係最好，但係希望繼續維持到咁可以做一個合適嘅配角咁啊，所以長馬膽揀11號船你多彩，配角選擇2號威妙星、6號電腦7號同埋8號快一步。講第二場賽事之前，講下YouTube 賽前每人分析計劃。咁大家知道啦，我而家會 WhatsApp 有個臨場分析計劃，大家可以考慮參與啦。
啊，咁但係唔係好多人咧係可以參與臨場嘅，因為第一禮拜三晚要翻工啊，禮拜六日可能家庭日咧，未必可以坐定定啊，聽我語音分析啦，睇我投注建議啦。咁所以咁我就有一個 YouTube 財經會員分析頻道嘅，好叻會員就純支持嘅，咩都冇啊，純支持我多年嚟嘅 YouTube 會員，YouTube 馬蛋啊，高出場啊，冷卻等等嘅，勁叻會員純支持加海外馬首選、次選、副選。咁我而家海外馬咧，淨係放賽前淨係放首選喺 Facebook 嘅啫。如果賽前想睇次選、副選咧，加俾個勁叻會員物以上。超叻會員純支持海外馬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同埋 Natural 冷卻優先項。今晚雖然係世界盃咁多場賽事，咁忙碌，但係我都會拍兩隻 Natural 冷卻，因為我已經知道我拍邊兩隻㗎啦。啊，咁啊，如果大家想優先看，今晚睇到嘅話，記住參加超叻會員或者極叻會員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你聽日咧6:50咧先會睇到呢兩隻冷卻㗎啦。極叻會員純支持海外馬首選、次選、副選、冷卻優先項同埋我所有賽前計馬分數，每一隻馬嘅分數都會上載喺 YouTube 會員欄，咁大家一日可以睇到嘅。大家有睇直播計馬都知道呢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值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第二個場次揀第四場，第四場嘅馬單揀翻3號嘅中心美麗。嗱，中心美麗就今季兩場都表現得好，應該咁講，上場表現得唔錯，今季頭場就其實賺曬人勢啦。咁但係上次嚟講都12檔啊，踩埋嚟啊，跟住雖然賺咗彎前貼欄，但係直到咁樣走翻嚟都頂住後邊嗰只馬，咁你頂唔住威武覺醒咁就冇問題啊，但係都可以負隅頑抗頂咗咁多隻馬咧，我覺得係表現唔曳嘅上場賽事。咁今次就又抽翻個1檔，換埋個中日禮減多10磅咧，咁就如釋重負啦。咁嗱，咁中日禮咁，但係都好驚人嘅中日禮有時，即係上個禮拜3啫嘛，就係一隻1檔嘅美麗，唔知咩就脱腳，咁就冇咗啦嚇。咁呢次1檔會唔會又脱腳咧？希望唔好啦。咁吸收過一次經驗，希望會呢啲1檔跟前馬，唔會有啲咁嘅意外出現啦。咁正路揀咗10磅又1檔，咁你都冇得唔揀嘅。所以就馬3號中心未嚟做馬單配腳選擇。第一隻揀2號狂雲飛鷹，呢啲馬咧就自己自由奔放喺出邊走啦。你見佢前嗰場咧，因為頭兩場都係嘅，尤其是前嗰場咧都係自由奔放啦。而家呢只馬咧均速變後追咧就好好多添啦。呢啲馬均速變後追成日都係會有好表現。咁前嗰場都輸俾紫雲兵，有心有型，佢狂雲飛鷹二搭都係蝕蝕地嘅，咁跟住直到中外檔冚咗去第三，有班底嘅馬分數呢啲冇問題。咁上次點解輸得咁慘啊？5.5倍咁二檔呢啲馬咧，你韞住喺裏面咧，開唔到步咧仲慘啊！咁啊韞塞喺裏面咧，自己佢只馬唔係咁中意喺裏面俾人韞住嚟逼住嚟跑，咁所以係差少少，你可以俾個解釋啦。咁今次有9檔咁自由奔放地奔跑啦，喺出邊咁啊，睇佢點樣發揮啦嚇。咁啊配角一定要啊。第二隻配角揀翻5號美麗笑星，咁呢啲馬都我都講到口水乾嘅，呢啲係好有能力嘅馬嚟㗎啦。咁前嗰場贏咗上到班，上次就你話表現係咪好好咧？上次合適啦，因為其實你輸俾競賽啊，輸俾白鹿公司，我亦都唔係覺得特別出色嘅賽事，但係首次升班。亦都轉彎，亦都係兜出去啊！咁又蝕位多咗少少，咁跑翻去第三，亦都合理啦。我覺得合理啦。咁今次過嚟谷草對手比較弱啦，呢只馬咧之前嘅走規比較論盡，你要驚啲，但係而家成熟咗啦。1040零磅、50磅嘅馬，亦都唔係一啲太論盡馬，而1030磅，唔係一啲太論盡嘅馬啦。咁希望都適應到快肉谷啦。咁要翻啦嚇，搬輪騎咪嚟係第三隻配角係揀翻白鹿行雲旅程咁4班贏翻場啦，交代咗啦，上翻嚟，咁狀態繼續好，咁蔡明兆都唔會騎得差過潘倫好多嘅，咁7檔都係順走啦，翻到嚟睇下有冇一隻配腳咯，咁所以長馬馬膽3號中心美麗配腳選擇2號紅雲飛鷹5號美麗笑星同埋8號紅雲旅程，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，如果中意話俾個 like 同埋讚嘅，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宣傳頻道嘅，如果大家對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喺入邊留言。如果大家想揀啦，之前我咧都喺 YouTube 片下邊留言，留個謝謝啊 fans 都相當高興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回覆多啲咧，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一個非常之優質嘅頻道，咁就佢就會咧嘅演算法咧就會分派我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馬迷睇，咁更多 YouTube 馬迷睇咧就會令到我呢個 YouTube 嘅 view 數咧上升，從而令到我非常之微薄廣告收入咧可以再提高多少少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大家知道我喺另一個渠道咧發放一啲 WhatsApp 臨場分析，咁如果大家想
知道二月不嘛，如果入場嘅飛嘛，場地上其他等等咧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嚟到我戰略部落留言，咁我盡快覆佢哋有關臨場分析嘅信息俾你睇下，睇你有冇去參與嘅，或者你撳呢個遠一窗嘅談財物嘅作為看股市 group 入到去之後，你會知道點樣去聯絡我去攞啲有關臨場分析嘅信息噶啦。咁我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 Chain 談財物，咁 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免費訂閱噶，同埋撳呢個鬧鐘撳全部，咁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 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支持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